哎，我是卡洛斯。上个星期我不是告诉过大家，我帮我的学生买了一台这个竖琴嘛？现在我们已经有一定点的进步了，你想看看吗？我们一起讨论出来，要先给一个师傅做一个这样的配件。配件就是用来放在这个下面的，印出来后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就把它跟这个舵机啊，我们叫做师傅马达连起来，好吧，连起来就是这个样子。那这个舵机转动时候，它也许可以把这个弦线拨动。还有这个琴两边一定放足够的这个舵机，让它弹拨每一条弦，然后再用这个电脑来把它控制，那不就成了吗？好吧，现在舵机安装在上面了，就把这个配件安装上去，应该没问题吧。现在控制它，开始成功了。就用一块普通的Arduino 8560把这个舵机推动了。现在我们接电，等等，等等 ，OK 啊，哈哈，成功了。好吧，今天能弄到这样子，应该算是初步的成功了。好了，今天分享先到这里了，我是卡洛斯，喜欢我的视频的，请你关注、点赞及转发，再见。